哦，你要有抽筋，那种抽筋柔软度要出来。好了，用力喊声。喊声啊！用力喊声。好，用力喊声，快点来！四四四四，快点！快点，不要浪费时间！快快快！快点快点快点都可以。好，来敬礼敬礼，然后离开。好，快点来。哎，好，用力踢，喊声。哎，对。哎，要踢进去。哎，好，换人来。哦，你应该要练习脚步了哈，不要光这样子踢，都已经红色带了。啊，你要照你的前踢就好，练习前踢就好哈。喊声来，你给他底下管，因为哦，他可以的，他这样给，哎，对，用力踢进去试试看。哎，对，好，跟他敬个礼，跟那个拉板哈。喊声，要喊声啊，杀！哎，再一个杀，好，跟敬礼敬礼，好好，跟他到后面去。好，踢进去看看，力道用出来，速度快点。好，哎，对呀。在干嘛？你怎么都一样？我不一样，好不好？难看无呢？你甚至也可以用两段踢试试看呢、啊。对嘛？所以。好好，来换手换昆章来，换昆章来。不，就感觉那怎么踢到他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没有什么好笑的，很正常。前踢啦前踢啦，他刚变小回旋，大回旋都来。我去抓那种感觉。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不知道怎么做。好，来慢慢来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你这是用踹的，不是踢人。哎，你这样踹人家只会跌倒，不会受伤。哎，这个就是这就是踢进去的。哦，你这是用踹的，哦，不一样。我怎么感觉不踹有什么差别？哦，这就是踢的。这是有点像踢，但是半踹。好，跟他敬礼，来来，把力道做出来，力道做出来。直前踢，前踢。